现在继续出发，往成都跑。刚才我这个胎压表一直在响，然后明明轮胎很有气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它是有气的，它就在这边给我跌跌跌。哇哦，是个山路，绵绵大山里面，我的天，简直是他妈的牛皮！你爹，我的天，你真的是皮啊！现在，我在这边拍个照，好吧？暂时来过这边了。
但桥上不要停留，继续走。这边不可以吗？我昨天从那边可以下来的嘛，我也领。啊？让我喘一下子呗。小哥疯狂。
往成都跑。这个到时候可能巴士上面被逮到了就不行了。对的。F214W。然后现在把那个利川那边这一段补掉是吧？好嘞。多少钱？啊？25元。25。这边一点35。我戴着头盔听不见。你是喜欢开车啊？啊。这边到重庆地界还有多远啊？2公里有个冷水，是重庆2公里。我到2公里我就得下去了。对，你就问那个冷水吧，冷水那边交5块钱，你说你摩托车怎么搞？其实我想强行过去的，他到时候交收费就收。就这样，你过去对收费员态度好一点，你就问他有什么捷径，他会给你说。有卡的话就不用花款，如果没卡的话要花费900。对对对，我现在就是怕这个，因为到成都到经过重庆的，假如说被他逮到的话，其实问题也不大，就是扣分罚款嘛。你要开到重庆的话，成都要多久啊？还有500公里。就是大概下午5-6点就能到了吧。挺厉害的。走了啊。去哪了？我去成都。去成都。那个我是领了卡上来的。在哪儿上道的呀？从利川过来一站，那边就是湖北和重庆交界的地方。
啊，你要看一下吧。哦，那个张师傅，我给那个总行说一下了，你不，那里有个很，他那个的，好的了，车上。哎，好，好。刚到重庆地界，被逮了啊！被逮了，兄弟，被逮了呀！喂，你好。哎，我拿下来了，我现在到那个地方，到我的。咋说呀？现在就是那个社会上就那主要，现在你就关注那个注意安全，或者以后再上路了就。你现在就出去就在那个山点儿，晓得噻？啊？是走山点儿那点儿的下道了。就下去，从前面个出口下去是吧？哎，对。我看一下路线啊、哦。13个小时，13、12，哇！现在最安全哈。好嘞，好嘞。啊，我现在就不第一次嘛，就不。哎，这边假如说重庆的高速逮到了，它是怎么个处罚？重庆高速是吧？对。正常还有好多公里是吧、嗯、还有100多公里，就是重庆这边、嗯、就属于重庆地界的高速公路啊、嗯、那他逮你现在都直接到重庆是吧？不、啊、我不到重庆，就是途经重庆，我是去成都的，去成都。嗯，好嘞好嘞，不好意思啊，快点，注意安全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